林金洲是刚刚才从军中退伍，他从民国39年4月30号发行的第一期爱国奖券，一直收藏到最近的一期，一共有676张。第一期爱国奖券是直式的，到民国50年2月5号，到55年1月15号改为横式的。从林金洲收集的爱国奖券中，可以看到很多图案，有美丽的风光、历史故事等。这项展览预定展出一个星期。